首先我们把灯罩上灯架上面，然后三面的话均等的啊，好就可以了，放旁边。然后我们打开的时候灯圈是扭上面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给扭下来，然后把灯架给上上去，然后再把灯圈给扭回去。然后把它扭紧，然后把光源给放上去。然后再把这个给灯罩给打开，然后就可以了。